立正，行礼，请坐。好，来，咱阁继续啦，哈。啊，这里就是讲，这个树啊有一个好处，夏天的时吼，热个的时阵，伊就发个真茂盛，有一挂树荫，通好互咱来避雨，吼。这个我捌甲用迄个温度计甲测，你伫阳光下，含伫个阴凉的所在，差5度至6度。哦，迄臭够济，所以现在咱若日头晒晒，走去树仔较远会较好，感觉有够凉的吼。啊，即冬天伊落叶啊开花，夏天伊有茂密的树叶当甲咱遮阴。好 ，OK。啊，伊即吼是往外一直开出去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往外一直开出去，所以安尼规趴是。啊，这是这几年啊，拄啊咧开吼，也无盖旺啦哈。啊，你若像国外，你看，这是国外我伫网络掠落来，伊这老丛就下顶开个哦，足悬的。啊，咱这个树啊是含凤凰木、含阿波罗是共科的，叫做苏木科。那么咱的凤凰木较早台南市或者凤凰城吼，因种足侪凤凰木，迄日本时代种的。如果卖有都市更新，卖甲遐乌条的是，可能拢规人烂的。好，我屏东都有咧看到一个人挽袂歪的，但是真可惜，台湾你要看老树真困难，因为拢迄个有钱的人。乌去种伫伊个白种内底去啊，所以咱伫外口要看到大丛个迄个凤凰木真罕见啊。连阮屏东遮热，迄凤凰木是爱较热个所在，要看了真少啊。好，来即马来，即个一个较新鲜个果树啦，但是较新鲜嘛是十年前就有啊哈。因为伊个皮是黄色个。啊，佮金金吼，迄、哦、阳光照射会发亮，所以佮号做黄金果。啊，这个水果原产地是原来伫中南美。那么，这个树啊，足够生。这个咱是为咱的农事所是为新加坡引进果种，其中一丛种伫屏东高丘遐咧做田间试验。那么我遮是为遐个加枝条当来插。这就是第一代茶的宝藏。啊，伊伫田间试验迄丛，差不多有电火条遮粗。一年，迄差不多三年前就听讲，一年差不多生2500粒，一丛了，一年的产量2500粒。我这个吼，伊这个差不多我的手背遐粗呢，这个就那规丛差不多就生2-300粒吧。所以这呐，一户呐种一丛，你就吃不完啦。哦，但是伊有一个缺点，它不耐储存啦。所以你即马是安怎开始讲啊？市面上拢无看人咧卖这个物件，就是你呐办落来，你爱伫一两工内爱紧食掉，啊无伊内底果肉会变质。啊，你呐甲下冰箱，会当延续1-2天尔啦。所以这不耐储存。就不容易在市场看到、哦、所以买家爱家己种、哦 okay、啊，这伊个果实较趣味，你来个用圆珠笔啊，带电管甲写字吼，大概3分钟后，啊氧化，遐字就浮出来啊，好、哦、，OK， 啊这，阮左囝都个，佫甲装一个，内底佫装树葡萄，甲一个酒酒安尼，嘿呐。要送哦，女朋友、男朋友哈，会使安尼做，啊，这较无人有啦哈，外口无地买哈。啊，这一粒，这改良品种，这一粒头一斤，头拄啊，迄生足济，迄一粒拢差不多7两，哦，8两安尼呢，啊，这一粒到一斤 ，OK。
来介绍红龙果，这我认为全世界上好种的水果，啊，产量够丰富，伊每半个月开一摆花，啊，所以伫阮屏东遐个我的经验，一年差不多会当生十一摆，啊，你看有几项水果一年会当生两摆，山仔一年生一摆，莲子一摆，荔枝嘛一摆。你要把它有较一摆啦，哈，枣啊嘛一摆呢。啊，你若一年生一摆，啊，你若处理了无好，一拄着风台，啊，是肥落了唔对去，啊，是拄着恶劣气候干燥，花粉没有办法授粉，无调过，啊，你得阁等明年啊。啊，咱这唔是呢。迄八八风灾迄届吼，我想哇，啊，一挂花拢许雨压着，迄开花是拄啊落大雨。没有办法授粉，啊，结果无雕过啊，啊，像安尼可能一批就无好呀，迄年产量少了11/10啊，啊，一般阮是十月底就结束啊，上尾啊放的过半了就无啊，哇，迄年煞八八风灾八月份迄、那个，一批过煞甲你生伫10月份，伊会阁甲你补生转来，啊，所以免烦恼。所以我专家何讲，啊，这全世界上好种的。迄拄咧种吼，阮兄哥吼，甲种倒头，看唔到伊，结果伊根为电源安尼准飘落去，准安尼栽落去。哦，伊遐激动，栽落，真正栽落去。我所以真趣味。啊，这耐旱，吼、哦，一般拢讲这仙人掌植物啊，或沙漠植物，其实唔是啊，伊是迄个热带雨林的植物啊。伊吼、哦，你有看这有咧发根无？这有根呢，这有根呢。伊会发气根，你若湿度不够，伊是发气根。你若，哦，比方这你伊这个物件，伫越南迄阵越战的时阵。越南就有这款物件，但因是白卖，啊，我这红卖，啊，这个中南美作品。越南战争的时候，因为越共伊拢用丛林战哈，啊，甲因伫丛林挖地道，啊，所以美军伫遐要甲因战吼，敌暗我明，所以美军食真侪惊，所以因发明用迄个落叶剂，喷洒落叶剂，甲迄个森林。有迄个农药啊，互伊叶啊落掉，安尼空中要侦查，要看因的活动较清楚。但是这款的药啊，对一挂果树吼，拢有真大的伤害。啊，伊这个植物伊是会摸伫迄个树干，啊长气根去吸收迄个树皮的养分。结果美军撤退了后，这仙人掌植物吼，这因所生的果。我来救助的越南人，因为太高山呢，尤其越南遐热嘛，咱这是因为到11月份开始东北季风来冷，伊就不爱开花啊。啊，越南伊个纬度低，大概几年拢会，到尾几年拢会生，真比咱屏，阮屏东遮佫较高山就对了。哦，啊，这里原则上我咧种果树，我是拢用草生栽培法哈。哦啊，只是干呐，中这座路要行的所在，一年加铺差不多两摆的除草剂、哦。我唔敢讲我拢无，因为我拢许、那個、我甲朋友租的地，伊拢看了，看者啊，你的果咧瘪啊呢，咧熟透了，爱来办啊，我较有气啦，有较好管理的。啊，即马气着草花较滚滚，你行路歹行嘛吼、哦。啊，工人卖命啊，讲哎。迄有一款叫做咸丰草，啊，咱台湾人拢讲做迄个点人个，哈、啊，伊讲消，哎、欸，你该讲个，我无讲啊。好好，哎，好、欸哦。啊，所以小可我拢甲厝哦分伊啊啦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草啊，你甲厝哦安尼弄落去，啊，伊无奈个大安得啊。
存心不良呢，要死不活安尼啦，哈、啊，安尼讲安尼，哦，安尼都要死要死安尼啦，哈、啊，啊，越描越对，好，好啊，这就是我种的山坡地啦，哈、啊，这是伊拄啊开春的是第一次含苞要出来，拄啊四月份哈、哦、要开花，开始要花要来啦。啊，这伊拢暗时啊开花，伊看咱的什么昙花、琼花、一线、多一线同款。暗时啊，到八点开，到明下早八点开始下，哦，哎，哦，啊、这花暗时啊看好，足壮观，足水，规排安尼。啊，我都调我有一个迄个 SD 迄个卡吼、哦，我翕伫内底，几啊百张，无啥会芳。啊，这个是紫蕾啦哈，啊，这雄蕾，啊，这花粉嘞落落来遮，啊，就授粉成功哈。好，啊，来讲罗根美，伊这个球茎哈，咱南苏遐有啦哈。那么，伊一个好处就讲，伊只要出新叶啊，拢红的，好，主要长新叶都是红色的，好，你什么？一般人的叶是翠绿的啊，伊若出新叶，伊是红的。啊，所以这绿化植物、景观植物啊，真水啊。你看，啊，都有我的朋友带伊的朋友来参观我的园啊。我那像这个天八九月，伊向我哎，潘生奇怪啊，你的枫叶太这个时阵在红啊，伊就搞动作枫叶啊。啊，这真的，啊这。一个白种猴买去种，像个新树安种几排，啊，这拄啊寒天啦，伊冬天会落叶，即马落叶了，佮开新了，就规丛拢红个。但是我都无用，袂记伊个翕啊，哦。来，啊，这个红花枫林木，这个伊每一朵花个近拍个所在，你佮看，敢若铃铛个枫林个铃铛，所以佮合作。红花枫林木啊，啊，这是阮潮州有一间新之河啊，这替拍一下广告者。伊前年甲过去年拢迄个红白比赛冠军啊，所以这即嘛小有名气啊，即阵我送伊个啊。好，啊，咱若要种水果，嘿，我感觉足奇怪，迄外口定买着迄个安尼足酸。足大粒的水果，足歹食的。农民拢敢若想讲，我种个大粒，较重就较有钱。即足大个错误。你干嘛种个较细粒的，啊，种个足好食的，人无食的艰苦安吼，一定爱甲你买。我种个红龙果，无咧上市，无咧寄去巷口，互巷口定价位，我拢家己定价位，啊，我较平淡。我为年初开始办，到结束均一价。一斤拢40块，五斤200，一届爱买五斤200块安尼，啊爱先登记，吼、哦，啊那供应不足就减半供应，啊、哦、我是都拢阮太太咧登记销售的，拢人打电话来登记，啊那办理，啊通知来退安尼，吼、哦，就爱增加安尼，较袂艰苦啦。你若讲去拜托人咧买，看人拜托讲爱留予伊。哦，迄感觉不一样吼、哦。所以我种红龙果啊，那种个有一点成就感。好，啊，那么要安怎甲种好食？伊即马有诶来我遮买了量无够食，要搁送人，还是送人了要搁买无安，去外口买，拢无我迄款口味。啊，拢讲奇怪，看者啊，平平红龙果哪会买无像你这遮好食？外口我拢毋捌买着像你这遮好食。我的糖度吼、哦，增加21.5度，咱一般的营养呐，拢差不多16度吼、哦，我增加21.5度，像咧食汤面的。那么伊这要件三个，就是第一个优良品种，我拄开始种红龙果，我去迄个有咧种的遐个买遐种苗商，伊拢讲伊的上好，啊，所以我就。这个也买过，那个也买过，啊，甲种伫个
一家两分地的所在，拢甲种。啊，一样的施肥管理，同款的作业方式，过年开始采收。其中有一个品种，伊卖了足贵的，一支差不多尺二至尺半吼，尺二至尺半呢，爱250块。啊，最低门槛就是爱甲买500支，爱12.5万。伫台南的鲜花，啊，我伊甲讲，安尼啦，我甲你买400支，啊，10万块好唔好？伊讲安尼买袂，我看有遐买无？叫无无多嘛是甲买。结果即摆隔年验收成果，我甲买一个品种了，结果伊甲我生5种出来，这有诈欺的嫌疑吼。真个，后长果的，后圆的，后鳞片倒闭的，后鳞片45度的，后乌豆红的，后粉红的，我装一箱安尼，迄阵拄开始生迄个行口气呗，我咧这什么品种？我讲你有得尊龙一种俩，啊那安尼4-5项，这个价钱就卖袂好啊，还佫歹食，所以迄、那个产期结束，遐通通甲斩草除根拢甲处理掉，吼、哦，所以唔是介绍相关的就上好哈、哦。结果这八种到尾也拢我淘汰，即我甲号做八国联军呐、啊。拢歹品种，到头拄啊，迄个叫做芙蓉的品种，这个才是上好的。这个去年甲今年比赛，我拢冠军。那么真侪人对这个思维管理无了解，阮爸爸因迄代，因唔知影啥物话叫做肥料的三要素：氮、磷、钾，因唔知。因迄阵。拢讲灰胡啊啦、白盐啦、个咖喱啦，拢即款嘞。因拢因个讲法是即款，啊，因拢肥着爱家己搅，比例爱家己搅。啊，那我个观念是讲，即款肥料个配方比例吼，咱相信专家，咱着买较有品牌个肥料个公司，哦，比如讲兴隆个，因有专家专门咧调配肥料嘛。啊，咱来知影讲。咱今仔所种的这个水果，伊即马是生长期，还是开花期，还是结果期，啊，还是休眠期？咱来了解不同时期爱下无同款成分的复合肥料。哦，氮磷钾伊甲你配合的，咱爱依照这个时辰啦，吼。即马咧生长要发叶啊，发枝条，氮肥爱较悬的，氮磷钾这个氮爱较悬的，啊，要肥肥。就磷钾肥爱较悬嘞，吼、哦，后加锗，磷钾肥较悬，伊个催花个效果，啊，果实啊较会结实，较会甜。真侪人，干那要灌雨大，拢氮肥一直灌，氮肥造成水果个大粒，佫到裂果，啊，酸歹食。好、哦，所以咱啊真侪人施肥，我看真侪。槟榔青啊，哦，因是敢那一丛青啊，等一下把肥料准撇伫个顶管，这是我感觉足错误的个施肥方式，因为你肥料吼，迄根着唔是讲像咱个树会当顶动，伊个根拢固定个啊，伊也袂你下伫遐，这边个根也袂伸过来摕来食啊。哦，我看了都足，感觉足奇怪哈。啊，因拢讲，我着落来，即一年个分拢伫遮，你家己买你食。其实肥料肥时个少量多餐呐、啊，真侪人一届就是3个月分就甲欠落呀，啊，根拢伤着、减着，根受伤，根就是像咱个人个嘴啊，伊若嘴着伤啊，你要叫食物件疼，伊就袂食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少量多餐，即是较是正确个，而且适当个配方，吼、哦。开春那咧发枝条的时候，发叶的时候，氮肥较悬吼，这真重要。来，啊个水分管理，咱来配合自动灌溉系统。咱一般早期的农民拢用淹的嘛，一个淹落好，迄一礼拜淡落落，伤过淡，
甚至会紧浸乱。啊，若打，佫伤打。啊，即款呢，你若伫果树咧开花的时间，结果的时间，你若淡甲打伤过差异伤大，伊会落果。啊袂成熟，伊就自动生理落果。所以水果若要顶上好用自动灌溉吼，控制水分。伊今仔差不多会当食偌济，咱就输送偌济互伊就好啊。安尼，迄个果实结实，啊佫甜。因为你伤济水分，伊个细胞膨胀伤紧哦，你看大粒无毋对，但是迄个甜度做袂出来。好 ，OK。我头拄啊，即个品种吼，第一个是品种强调。有人甲我买我的品种，迄个红龙果去种，但是伊个果种起来足歹食。哦，所以虽然你买到品种，啊，你俩袂晓后壁这两个管理吼，嘛是枉费啦，吼。来，你看这个，咱的大樟树啊，变那移植，啊，这是阮迄挖树的工具啦，吼，要移植的工具。这个圆锹是有特别较小、较尖，吼。啊，一般的树啊要移植，尤其像这个叫做台湾特有种的台湾甜肉桂，这个肉桂树是樟科植物，樟科的植物真歹煞，尽量咱爱闪开、闪开这个大热天，哦，夏天尽量卖这款树啊卖煞，哦，你甲注意看，我这日期是11月份，哦，较凉的迄个时阵，哦，11月份来煞，哦，先甲断根。四颗莲灯乌开啊，这是上传统、上基本的四颗莲灯乌开，中先卖乌，大概放置一个月，啊，和这个这粒土壤，伊内底原底那个切掉这个所在有愈合啊，啊，伊习惯这个干燥度啊，哈，啊，料较个移植安尼，较成活率也较悬，啊，这些树葡萄哈。啊树皮啊，就真好耍啦哈。但是这个嘛是四颗莲灯乌，但是伊乌较浅哇。你看这还有老根，这就讲呐，客户随时确定讲要爱啊，伊大量咱前置作业先乌一半。伊若发现哎，看者我要爱一巴掌，你甲乌来，啊咱搁一半的空过，紧搁乌来，吼，较搁浅来。OK， 好啊，这就是樱花，它拄好是三月樱。三月樱伊足够食水的，因为伊个树叶介茂盛哈，所以因足够食水的。你若甲乌安尼，你若无留一条根，互外口足侪幼根伫外口倒食水，即条土条连咪迄个树大，安尼对即丛树啊，你若干燥过度到不可逆转的时，即丛树啊有可能会死。啊，所以我家己发明留一条树杠出去外口输水食，吼。OK。啊，这原来上好是配合有一个滴灌系统，为只经过定时甲这粒土球，这个该上水，互伊保湿，吼，互伊继续有水通个食。啊，这同款，你嘛留条吸管外口输水，啊，有一个自动灌溉滴灌系统，为只经过哈。啊，这是乌好啊，准备吊车要来吊出来，哎，包装起来，甲这个土球保护好，卖有烧融的时候，迄个破去。你那这粒土球又破去，对树的伤害真大，也造成死亡，还是休克，一般是休克啦。树葡萄要甲这大丛要甲种活死足困难的，因为我认为伊跟红龙果同款，这两个是我上感觉上好种的水果。好，啊，这另外一个，迄个我的人客要求的，伊的包装方式，伊乌安尼处理吼。伊种在伊个园啊，假植，等下较黑嘞，啊土较小啊砍下尔吼，保持湿度。啊，即马人来买来买，准吊车直接就吊走啊。好啊，这拢免阁拔掉。伊这一旁一旁吼，伊会量撑个比大拇指较大个筋拢 OK， 没有缩着。这有一个好处啦哈。啊，这另外一个就是，伊唔捌种过这款树啊，第一个甲我买，讲叫我先断根，啊，顶悬咧树啊
爱甲修枝一下吼。啊，等有看到讲，哎，有个先发新的影响出来，表示讲，哎，这张要画的，啊，伊较有信心，啊，较要刷走，啊，准咱较搁甲边啊只搁甲挖开，吼、哦，啊，请吊车来吊走安尼，好、哦、，OK， 这是另外一个方式啦，哈、哦，啊，这树葡萄就完啦，挖好，准备要吊车要来吊走要出来了，哈、哦，来我来。讲一个自动灌溉系统的简介哈，这个是类比式的，这一般的水电行的人就会要用啊，哦，伊真简单，就一个24小时的定时器，啊，这一家拢15分，哦，你若一家喷15分，啊，我遐有的所在呐，一家喷15分伤久，伤淡啦哈，所以啊，搁用一个。小分比15分钟较少的，吼，比如我这个得五起来，十钟头7分半，吼，啊，这个差不多10分钟，吼，这个类比式的是咱一般人讲伊的水要操作，哎，我几点几分要喷一摆，吼，这设定的，啊，要喷外久，这个甲定嘞，吼，安就 OK 啊。啊，这赶快了哈！啊，这里的数位式呀，这个、电脑化呀哈，这里、个、以色列系统哈，啊，这里、个、是美国 Rainbow 的系统，这里、个、嘛真好操作。啊，比如讲，礼拜甲礼拜都是讲要喷，啊，啊要有几个站，比如你啊分六个区。哦，这六区，啊，每一区要喷的时间无同，可以设定来咳咳。啊，一天要喷几遍？哦，这遍、两遍、三遍，会当控制三遍。哦、啊，佫会当哦，这是调整时间。啊，这会当调整伊的喷水的百分比。比如讲，咱先定10分钟，正常。哦，春天定10分钟啦，哈、哦，到夏天。10分钟可能无够，因为夏天水分的蒸散足大，咱会来甲调整百分比到150%。啊，若无够，伊上悬会讲会当调到190%啦，吼、哦，到尾2倍就对啦。啊，你若无够，你规个位甲迄个10分钟甲调变20分，吼、哦，这个是很好操作，即只我足爱用的。对，那大面积一定爱用电脑化分区。一区一区在喷，啊、哦，安尼好管理啦。啊，我介绍伊个喷头，我遮有实体喷头哈、哦，我介绍者。这种以色列，啊，这用10几年也袂歹，因这工程用的塑胶，啊个，耐抗紫外线，我真佩服以色列，伊这个微喷管就是。这边喷就差不多45公分，超半了哈。这边45，这若适当果树，这条就 OK 啊哈。啊，若佫较大，这条大概得喷这边3米，这边3米，哦，拄啊直径6米，这条就直径得量喷15米，这边7米半，这边7米半。但是这有一个缺点，伊这有齿轮带动哦，你喷伊会细。啊，咱台湾有一款蜘蛛较趣味，看你说，哎，这个唔知啥物好食嘅物件，等你停嘅时，伊蜘蛛丝来甲你啪啪咧。啊，等你马在电脑讲，哎，开始喷，哇，伊煞喷2年啦，这一点，这边一点，这两个拢咧做水灾，剩下拢做旱灾，所以农民甲反映了。伊改这个防虫型的，伊这个拿电脑莫打压力拿来，伊铺盖，吼、哦，伊拍开开始喷的，压力无也停的，盖起来，保护起来，吼、哦。这赶快，伊用颜色来区分哈、哦，你注意甲看，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出水量，吼、哦。用这个。